做啦，就是上台都很顺利，这样子可以顺顺利利，然后开开心心的表演完。不要包麦，不要走音，不要跑拍，不要弹错。虽然我知道讲了没有用。再补充一下，我刚才对那些也是对所有人说，大家可以弹得好，唱得好，哎，有走音什么直接 mute 掉，谢谢。最后一次可以跟这些家伙一起玩音乐，在金门大学，我觉得不管表演好坏啊，我相信都是最好的。就我们大家一起玩的那个次数也在倒数啦，就希望享受这个舞台啊，也不用去求他，就大家就把自己想做在这次做出来的。我觉得会最精彩，就是我觉得比起我们以前的表演，我觉得会是最精彩一次啊。就是可以表演的时候融入在歌里面，就不止观众感动，自己也要感动，然后要有像乐音社一样，我们是一团的感觉。对，就是上台结束会很感动。希望自己有这个感觉。我的期许是可以找回初心，因为原本我知道是那样，那我现在也讲说我应该也找到快乐，可是我还是没有。因为当然，因为现在大四压力真的超爆大，但我觉得在这边讲说我们在玩好像不是这么回事，可是从其他人的眼里我们就是在玩。我想要告诉他们，我们不只是在玩，我们是在修复自己内心里的东西。所以我希望我大成，我可以真正的找回初心。我在那一天，我可以找回初心。也许，然后隔天就又要陷入那些书堆里。可是，我还是希望那一天、那一刻、那个时段，我是真正发自内心快乐。希望我们都可以表演的好，就是把最好的自己都表演出来，不要留下任何遗憾。这样，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年了。那就像我是被瑞兰找进来帮忙谈的嘛，那我觉得。都被找进来，就要想办法做到最好吧，就能谈到最好这样。希望我们会很开心，来看的人也会很开心，因为我们干爆拉斯特奈，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其他人心中的标杆，就跟当年拉斯特奈在我心中建立的标杆一样。不要出错，然后就算出错的话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当作没有看到或没有听到。我在这里先拜托大家，猛一波啊！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喜欢我们的表演。就是可以，就是不嫌弃我们，这样就好了，谢谢。因为我跟小富也是认识四年了，然后这也是最后一次可以在大学跟小富以学生的身份就是继续玩，然后我希望说就是能够不留遗憾的做一个完美的演出，然后在我们双方人生中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。我应该会穿黑色上衣。那大家好，我们是安安边缘仔，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表演，然后再来就是要稍微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就是前面有讲说我们的主唱希望可以把整团带到一根 Live House 去嘛，那他的心愿成真了吗？目前暂定是会成真啊，是谁带的不好说，但是这是我们奉献出我们的鼓手，他牺牲为我们换来这一次在六月底的时候，我们整团会去一根 Live House 做一个安安边缘仔的专场，对，然后。大概会有八到十首歌左右，大概是八首，希望大家能过来捧场。到时候我们会有哦哦哦，大家帮我们哦哦哦哦。哇哇哇哇哇 ！Say。对 ，Yeah，OK。三首自创曲哦。我会去弹 keyboard。我们就是，哎，我们说过我们是什么？是护理甜心啊！哦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他说我们是金大什么 twice 啊？是吗？我们那一天，我们那一天应该是直接羡煞全场了的眼睛。少男杀手。欸，我们可以跟大家剧透，我们有一首歌叫《暗流》，然后这首歌是拍摄少年的歌，然后我们做一个 cover。因为会选这首歌，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大一到大四这种心境上很像。他有一句话叫“听咱的歌声，把阮的故事唱给恁听”。我把我们就是这四年的故事，用这首歌就是唱给你们听。我们即将毕业之后，我们也许会消失在就是社会的洪流之中，然后忘却当初的那些热情，可能。不会像现在那么快乐的玩音乐，所以最后一次就希望把这份热情做到极致。